原来你介意这哦？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啊，不是因为你，只要你一搞二，一搞你是我的男朋友，嫁给阮家的人啊，得滴滴帮，滴滴帮。虽然我无想要欺骗阮家的人，啊，不过我就真正唔知影你讲白菜原因啊。我甲你讲，我就义气，我无出卖你。昨暗哦，是我人生头一遍，互阮爸敬酒呢。今仔日我是头头走才找你的。是啦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互恁家的人误会你。你若是心内咧未得过，那安尼你就甲我讲，你到底是咧做啥啊？你唔是有七八九看到，我是卖珠宝的业务啊。卖宝石啊？无可能啦，因为我之前我对你的熟悉，迄不是你真正的工课。你真正想要知影？当然啦，我因为你已经了到麻烦啦，你想无麻烦，我知影我了到是啥物麻烦，是初级、中级还是高级？我安尼唔才会当做风险评估解决问题。嗯，查某囡仔较优秀诶。国立以商学院的高材生，风险管理学了袂歹，阁会晓学以致用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卖挑工转移话题，用击溃迂回战术哦。你到底是做啥物工课？恁家个人伫？阮家伫开牛肉面店啊，因即马应该都伫店里无闲吧？哎呀，你问这是要创啥啊？咱先来去解决你的问题。早卡拢整理好啊，你看安尼用的吧。哇，啊你的卡怎那这么亮啦？看起来我这边哦，真正找到人家斗三工啊。那参像一挂哦，迄个过去真人的明星啊，一天敢唔敢做白日梦？不喜欢他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我不喜。人啊，头一过看你遐警察哦，今个遮清气啊！维安小姐，咱今日去拜托的，较专心啊做事好。若要怪哦，怪米少啦，甲我工课抢去做，我多啊，伊太搞咧，害我无代志，通做只好伫遮咧警察咯。我喜欢他。我看到鬼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看到一摆。哎呦，你真正愈来愈严重啊！紧吃药啊！我喜欢啦，不喜欢。雨安啊，不喜欢。你是不是搁在谈恋爱啊？啊？啊！我当作哦，我已经对迄个爱情已经免疫啊。像山呀，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些。是春天。好啊好啊，阿金嘛，太阳都要来啊啦，那个春天，我好心给你考劝啦，以我的经验吼，还是独身啊较好啦。天下的男人哦都不可靠。对啦，阿你金嘛，讲的那对方是啥人？阿德。算了，无想要讲啊。阿姐姐嘛，听你安尼讲，你敢若捌叫查某人伤过哦？敢讲是亲家啊？伊也假，迄是我哦少年时阵的初恋情人啦。会记哦，
那时阵伊安尼写情批伫拍起来时阵，迄一摆吼，迄情批拢写两张呢。啊，一捆啊吼，交有两个女朋友。啊，有一摆吼，迄批纸吼弄唔着批落啊啦，我接到迄张吼，是要叫另外一个女朋友啦。害我看一个哦，几落工拢袂食袂困，连小三都骂。查甫人，哦，你听到啊？无，我甲我当前者，我假笑。阿妈，我敢知吼，你迄当阵啊，无嫁乎伊呢，啊无你即摆哪有可能遐尼啊好命？我知影哦，建庆爸爸对你袂歹呢。这你都唔知影，我呢吼，自从迄摆教训了后，我逐工拢嘛甲定条条，斩断伊的桃花根，所以伫外口唔敢乌白来。请来，请坐。你若遮敖，阿婆呢？小家子，你有啥物撇步？好，讲看卖啊。拄啊好五百。哦，好，五百给你。谢谢哈。谢谢。搁再来哦。哎，有啦。啊！恁妹妹这两天啊是咧安怎啊？拢失神失神的，伊是卡着音嘛？你要甲揣拜拜一下无啦？别讲话啦！啊，你也毋清楚伊的个性，关系就好啊。哼！哎，欢迎光临，来来来，得坐来得坐。啊！你比我好送啥啦？今日来。来了，叶小东，小东，哎，阿你我进厝，你搁偷走出来，阿你赔钱啊你，我若无甲你讲哦，阿我，赶紧回啦，不走不走，你讲啦，又完啦，你先讲完啦，赶紧嘛，有话看看，讲的起先，特别创啥，才成立场呢。歹势啦，恁大家先听我讲，我今日来遮是要来回失的，啊，这个代志是我唔对，甲小东无关系，啊，不过因二姐朋友讲的迄个人，确实是我。我是做主播的业务啦，啊，不过小东真正无搞哦，我两个见面是因为伊最近要考试，啊，我真单纯做伊的家教家教呢。你就是那个米拉乔维奇，那个阿妈是我，我就是米拉乔维奇。哎呦，少年的呀，想袂到哦，咱阁会见面啦！哦，因你讲的小东的男朋友，就是你哦。阿妈，伊拄则已经解释过啊，我两个无交往，无交往。哼。袂歹啊，少年，你哦敢直接承认，我真佩服。啊，是讲，若真正干那安尼尔，谁人阮小东唔敢讲老实话，还佫神神秘秘啊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咧留意，伊歹势甲大家讲。你真是咧留意？在讲啥？你啥物时阵在叫我啊？我嘛唔知要怎解释啊，无安怎讲才好。算落去啦，你就安尼甲阮家的人解释啦。啊，不过你还袂甲我讲，你到底是在做啥？哎呦，你记性阁真好呢。这个动作是你 homework， 但就是跟我讲。没你啦，你今晚就要回答，要说清楚，讲明白。哦，我讲，阿妈、阿姐、阿姨，阿小东今日违反禁足令吼，伊对大家讲话就歹势，阿姨拄则甲我讲，伊自然留喺店的斗相共。喂，阿妈、阿姐、阿姨，我有代志先转去，阿玲敢有闲再来捧场。好，好，拜拜。蜜蜡，哎，要蜜蜡，蜜桃在家。
叶小东，你家要知影哦，你是有爸爸给你敬住哦，你敢偷走出来，无任何理由，就是要接受处罚。所以你今仔日爱扫便所、扫涂骹、溜涂骹。爸，你是要给我忝死哦？人是一立一休，不是不眠不休呢。阿妈，救我啦！阿妈这届嘛无法度啊，啊，上届你袂乖乖听话，啊，你就要接受处罚啦。阿婆哥哥哦，阿妈甲你斗做啦，哈、不会用的啦，妈，你就是安尼啦，囡仔拢想歹伊啦。来，即摆去阿便所扫扫，等下休困时哦，再来扫涂骹、溜涂骹。起去。起来，起来，较淡水个。乱来呢，甲我偷走。朝阳集团林威廉，我们找您赵副总。我跟副总的属先右后是没当给你的。我是找您赵副总啊。赵副总，赵副总。喂，哎、你好，我是朝阳集团林威廉，我准备跟您赵副总约时间。贵人刚不出国，后个月才有闲。徐副总，想不到这间是换你来续约哦，恭喜你！朝阳集团果然有看到你的能力。那呢，就要请严经理多多斗三工啊！我希望会当跟全球航空继续合作。唔知影恁敢有啥物新的想法，会当提出来，大家看要安怎配合。咱顶一届合作的经验真愉快，我看照进程安尼就会使啊。那呢就简单啊。啊，不过我听讲，恁公司最近编制上敢若有一块调整，有几条线要停飞。若是航次有变化，咱是不是应该爱针对这个细节的部分，过来详细讨论？无可能停飞啦。阮规个航空网络才拄建立好尔，干来扩张，绝对无可能停飞。你搁扩张哦？安尼敢有计划买买新的飞机？我哪会无听伊讲？哦，这是天明的秘密决策啊！按我真肯定，停飞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消息讲恁公司财务紧缩，裁减机组员，嘛要取消几条无赚钱的航线。我听到这消息的时阵，我想讲，这到底是向你办的方向啊？可能吼是阮公司今麦正在转型啊，才会造成安尼误会。啊，今麦廉价航空吼真流行，真侪生意吼拢去廉价航空抢去啊，一定是这个原因吼才会造成这个误会啊。虽然严经理的话有几分啊道理，可能这一切拢是谣言。啊，不过为着以防万一。我也是应该不清楚因的营运状况。徐副总，啊，既然你把同意咱大家继续合作，我想咱应该把握时间，甲海友谈签的。要赶紧哦。是啊，因为吼其他的空厨公司吼，咧跟阮公司争取合作的机会啦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咱赶紧甲这海友谈签的，看免顶面的长官佫有其他的想法。啊，我是看在咱过去吼合作真愉快，才予恁这个机会甲阮续约。好了，无后日好啊。这两天咱个合约阁详细看一下。
有啥物问题，再搁讨论。无问题。今天公司的业务我跟赵副总约好啊，副总的秘书有交代，你直接去。好，谢大哥。我一定要请求赵副总当面把我的客户给他，啊，若无是绝对无机会的。八道腰一个嘴大，我嘛是哦。两位大哥，阿伯下班了。林先生，是你无约好，我真正是无法度让你去找赵副总啊。就算你才徛几工，我嘛无法度。你赶紧离开啊！不要紧啦，啊，这是恁的责任，我了解。啊对了，这是我拄则买，啊恁在这徛几工，因为嘛忝啊，食一寡物件，恁再加杯啊。林先生啊。我看你伫这徛这久，卡叔讲你想要找阮赵副总，伊已经下班啦，拄好落停车场，你直接去秘书处较紧啦。多谢，多谢。赵副总，赵副总。威廉，你来阮公司，哪会无甲我讲一声？好，因为你的 schedule 拢满啦，我咧想讲啊，等你出国进前，快来甲你讨论一个飞机餐的代志。我有啥资料来，请你参考。听讲你已经调离别个职务。是啊，啊，董事长哦，希望我加别人啦，啊，所以我就变做业务主任啦。安尼会当直接接触客户，对佮个运作哦，咪当佫较了解。我想讲你即摆无点即个职务啊。所以我找北京的空厨合作。副总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袂让你失望的。我只有半点钟的时间。多谢副总，二十分钟就有够啊。其实吼，大家提利润、搁有条件，其实拢差不多。有诶，可能上搁较济。啊，不过以朝阳集团的规模，搁有名声吼，这就是品牌保证啊。啊，卡斯公会当用差不多的介绍，就会当甲业界龙头合作，当然无选择其他公司的道理。搁再讲啊，我搁有替贵公司设计客制化菜单，这是别航空公司拢无的呢。对，就亲像阮后生要去美国读册，其实学费拢差不多，当然要拣一间较好的学校读。我相信啊，赵公子一定真优秀，啊，当然要好好栽培啦。优秀拢是用钱踏出来，不过要入去较好的学校。就爱捐足侪钱诶，那呢是要读倒一间学校，我才转来，啊，凡正会当提供一寡意见。譬如讲啊，赵公子有没有得过才艺领域的奖项，或是做过一些义工服务，这拢会当加分呐。啊，家长捐款的部分哦，其实无遐尔离谱。赵副总，你免想上侪。你的计划袂歹，我转去会好好看。也毋过时间到啊，等后摆再搁讲。赵副总，赵副总。